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来吧，听我的钢盟会上瘾。多兰顿吧，打着铁人多兰顿。还有两分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谢谢狼堡也是骑我吗？说个笑话，如果在死胡同里碰到了我，你会怎样？开膛破肚，全军出击。First blood。我们是明天才见吗？不是吧？还有两分钟了，最后两分钟了，我们还差两千贡献值，两千贡献值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五星挑战了，兄弟们，想参与抽奖，抓紧时间啊！兄弟们，三十分钟后见。天，你都发话了，二十五分钟我解决。没有解决，就是我的问题，行不行？啊，二十五分钟之后再见，二十五分钟搞定。看他学的什么啊？一级他如果学的 Q， 我们就学 W； 他如果没学 Q， 学的 E 的话，我们就学 Q。啊，按错了，我怎么学了 W 啊？哎，无所谓了。哎呀，摁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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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不少耗一半血，打一下就差不多了啊，就小耗一下。青钢影就跟别人就是耗，哎，就是耗。学错了也没事，正好 W 那耗点血。想杀肯定是不太可能的。哎 ，W 留一下，一过来平 A 走了。每一下的不灭都是致命的，打不了一手，走位走位，打不了一手 ，Q。再收一走，逃命也只是徒劳。结果一无一切，刀越快，我也越快。哎，就插个眼儿去，螳螂，赶快我们，我还有一瓶药，他已经没有药了，攒个不灭。W 一手，一过来 AQ 拉起，平 A 吃药，再 A 再吃药，平 A 炮眼 AQ 再 Q。 哇，我那两个 Q， 我第二个 Q 打了才有多少血呀？为什么伤害有点低呀？这个伤害感觉不对呀。先来个耀光啊，这能给我换了，我是没想到的。第二个扣伤害低了，他没有盾，他盾没好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Hello， 我靠！我的，没事，我有闪，问题不大。可以，我刚才就应该直接一闪，缓解一下尴尬。这不对劲啊！拉起，
错，我会把你变成无关紧要的琐事。打不了一下，扣一下，一过来 A 接 A， 我们往上升，大柱 A 接扣，接平 A，A 接拉起，打不了一手，吃个药，再吃个药，一过来 A 死了，没有技能，你还追什么玩呢？发啥问号？我六级还能让五级杀了呀？很惊讶是吧？这有什么好惊讶的？差点没打过。我跟你说，这就是征服者跟不灭他们的特性。如果我这波没有六级，我是绝对不能这样打的。我不可能把我的逃生技能都给用了，你知道吧？假装往下走，其实往左走；假装往下走，其实往右走。推一下 W 减速两个人，我溜了。有没有饼干？快给我来一个。我们看看有没有跳弹啊！赶紧左边直接跳弹跑，好跳弹，我爱你跳弹。OK。我也不能上了啊，我这可不能去啊，这可不能去，快走。我等个20块，好扣。跳弹是啥？弹跳炸弹呢？我来抓你了，进化大道上的又一步。逃命也只是徒劳。控一手线儿吧，当我们出三项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无敌的时候啊！打个爆破，推一下，走位，拉起走 ，W 减速 ，A Q， 一过来，拉起走，好大，兵不死 ，Q 一下。A 接拉起，平 A， 点炎，大柱 A Q， W 一手，得。给打出脾气了，你知道吧？先吃个塔皮溜了，回家三项无敌了，注一下，打不了一手，拉起，我不回家了，你既然不让回，咱就不回，对不对？一下一回来 AQ， 走位，拉起。接 W， 你俩要杀我，想好了。嗯，还打螳螂一个大，
非常的 beautiful 啊。中路是个啥呀？亚索。出这个。铁男大招应该还没好。一下一过来 W 一手 Q 一下，你能闪过去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这个地方需要贴墙才能过去，需要贴很厚很厚的墙。一塔没了，没关系，先 Q 一下，平 A，A 接拉起 ，W 一手。轮到我了啊，你框了我一波，一会儿轮到我框你一波，小伙子在这等他啊，只要他敢出来，现在他就已经死了。一一过来 AQ 大树平 A 接拉起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他框我，我们互框，给我一些塔整没了。哎呦我天，本来我们一血塔是有的，只要耐心等待，裂缝总会出现。因为有裂缝和冷方手的意识，效率是成功核心关键。把石头人打了，怀念以前青钢影异能晕野怪的时候，脚给砍断了。我踢你一脚，你又能有什么脾气，对不对？你没脾气的。有没有红？看一眼啊。没有红就中路杀波亚索。闪电王，我来抓你。减速，大柱往哪走？一一回来，先拉起。把亚索杀了，来 ，Hello， nice to meet you， 扣一下，一一过来，平 A 接拉起 ，A 接扣，把红打了去，
感觉应该不用25分钟吧，20分钟就可以结束战斗。给我点信号，一一过来 ，A 接拉起，接平 A， 接 W 溜，接 Q， 先杀铁男 ，A 接拉不起来，算了吧，他不大我，我们必须得先杀铁男。如果我们先杀铁男，他有可能会大我，他大我，我们就有机会能跑。这波人他有点多，我说真是没想到。抽个水银饰带，铁男不可能打我吧，那他残血了，他剩一身血了，他肯定得打我呀。一个人他是有求生欲的，你一身血，你肯定想把所有技能全部都撇一遍。Hello， 这么秀吗，老弟？这不放个大，这把我给反杀了，这没人跑都不跑。回家了，不回家，这文音这么装备，这不把他杀了，这肯定是不可能让他跑。哎，老螳螂偷袭我，我其实出这个水银饰带啊，我有点后悔了，出的没什么用。我除了能解个铁男大招以外，我没有什么好解的，解个锤石的钩。好像水银饰带还解不了点炎，能解不？不能解，点炎还解不了。走，找到这个铁男。咦，小一过来，老螳螂，大度老螳螂 Q， 拉起，你咋那么能隐身呢？一过来 A Q Q， 先把这个杀了。W 一手往哪走，让我 Q 死你，一脚踹死。净化可以解点炎，嗯。哎，净化是一出控制效果还是减益效果？